视频健康平台。失眠焦虑症的治疗方法是因人施治，中西医结合用药。焦虑呢，失眠不好呢，可引起胸闷、心悸、心慌。那么焦虑呢，是胸闷，严重时候也会出现手抖，也会出大汗。治疗方法以中医、中药为主，一人一方辩证来治疗。我们的治疗方法要从病因源头探起、探究。如果说单纯的失眠，我们就用中药来调整，那么伴有焦虑了，我们要给相应的治疗方法来调整焦虑状态。